好，我们继续开会哈。我们由林武忠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谢谢。主席、市长、各位局处所长，大家好。今天啊，我讲两个题目哈。第一，学校营养午餐屡遭黑心剥削，可恶至极。国泰市长，请市长听听蔬菜倾国摊贩的心声啊！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营养午餐哈，我蛮希望哈，市长能够倾听哈。这个营养午餐哦，我很佩服蔡英文总统，他讲一句话：食品的改革从学校的营养午餐做起，一针见血。你哪位公家机关的营养午餐？那办个里里拉拉，那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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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改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跟你讲啊，大讲大家都要讲。今天我是非常的痛心呐、啊，阿公痛心，我嘛真认真呐、啊，一直在营养午餐这一块啊，长期提出很多建言。今日。营养午餐遭层层剥削，有三个单位。那个主席，停一下哈、哦，把那个消费合作社的骆经理请进来一下。消费合作社、啊，时间暂停一下。骆经理，骆慧玲啊，请他进来。骆慧玲，好，时间先暂停一下。骆经理有没有来？如果没有，那个。应该是宋叶生主席吧，我就是他是主角，他不适合我们这边执行的哦，不是哦，民间的哦，不是民间哦、okay. 他是叶片的哦，叶片的他先那这样就没见物哦，我正式请一位韩文请他进来哦，这边有啊，这边有那个宋叶生宋理事、啊、宋主席，那个时间暂停一下、哦哎、我有正式，我有正式请议会韩文请消费合作社的主席还有经理列席。那没有来，事件没有通知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可以这样？有。那我这个执行就没有意义了。这边有，这个不是说这个，那他不是员工，不然他领员工福利的薪水，代办。高雄市的营养午餐，你知道吗？合作社代办营养午餐一年10亿呢，一个月将近1亿呢。他可以不受监督吗？来，那个宋叶生主席，请先答我一下，时间也是。他不来了，那我的总计时就时间就延了。他不受监督吗？宋叶生是一个盖章而已，他什么也不管呢、啊。真的主导。高雄市合作社代办营养午餐就是他，他不来就等于没戏唱了。我主要是问他，你问一下宋主席，你先答我一下，看怎么情况。不是答我这个主席，那哦，那来跟我清楚的行了呢。你不能来，有什么原因不能来？或者是他不受我们的议会的监督？他不受我们议会的监督、哦。我问你啦，一个月。一个月敢代办营养午餐将近1亿，一年要将近10亿，不受我们监督吗？可以不受监督吗？安尼都好啊，安尼无监督啊。来，主席，你先讲一下啦。行啦、哦。谢谢主席。我那个时间就暂停啦、啊。时间有暂停，你先讲啦。时间有暂停啦、啊。哦，谢谢主席哈、哦，谢谢林议员哈、哦，谢谢林议员的指教哈、哦，因为经理是我们那个高雄市政府员工校的聘任的职员哈，他不是公务员的身份哈，他是约聘嘛，对，他是约聘雇嘛，不是约聘雇，是我们高雄市政府员工校的是理事会聘任的职员，他不是我们本府的员工。谢谢那好了，哎，你讲这哈，那市长那不得了了，为什么不得了？因各位哦，他里面。一年啊，代办那的营养午餐啊，收益将近1000多万，拢一分，拢一挥霍。好，
好，那个时间可以开始了。来，我这样好。既然他没有来，不然我给他拿资料，他不给我啊。我这是经理，他也不懂啊。问他理事主席，他一问三不知啊。都是主导，就是那个肉经理啊。你敢不知道一天，一个月上几天，上八天？你敢不知道员工福利社那十五个，一年哦，领15.5年终奖金。你敢有？那出差一抓一万。等一下我就讲给你听了、啊、不受监督吗？那个钱是什么钱？学校有营养午餐的钱呢、欸、哦，那我们就步入正题，没有关系啦、哦、他不来、哦、他可以藐视议会，也没有跟我通知他来不来，他是主管哦里面的核心人物啊，他不来的话，那就我跟你说啦，高雄市社会和建设，你让他独立啊？看一下，我宅委宅一，我都去学校看，我一人去看，结果啊，我有招农业局、卫生局去看，看哦，教育局，因这去哦，拢准备好啊，消息外露。我嘛讲无要去对一间校呢，因嘛我都全高雄市校拢通灵，你有种有可能去抽查。好，你看我就是在里面都看，这个是我，我去看。好，来再看，你看那囡啊，各位局长、市长啊，你看那囡啊，你食那营养午餐哦，大家拢做人的老爸，做人的老母，吼。家你看你乌汤乌汤啊！你看安尼安尼，大家食个稀里咧咧，吼、哦！你看，啊，都专门人咧撑这啦。你还知影营养午餐是家长给我们学校代办的呢，不是公务预算，不是呢。来，三个，一个是学校剥削，一个是消费和政策剥削。这两个单位报税了后，你叫卖菜卖物件的人，伊为着要赚钱，伊当然物件歹啊。你拢要赚啊，啊轮到我嘛要赚啊，菜商果农嘛要赚啊，要赚到咩啊？我着从中，我着用较歹哦，学生啊食，谁倒霉？囡仔倒霉，家长倒霉。好，我现在学校，我讲三个单位哈，学校、校卫和政策。厂商，因三个都等于共犯，三个拢密不可分，你安怎查查袂到啦？这是我查到的。那我们看，黑心剥削，我先说学校。刚才我有跟四位校长，我尊重校长，校长讲入来家，感觉怪怪。我好，我无安尼卖入来，我不针对性，我是针对四个学校为什么？营养午餐费可以存了300-400万，现价都无够，啊，搁拍款都无够啊！今年8月搁改升3块，啊，你都存几百万嘞，你搁升那3块，敢有意义？我说第一，我说学校，学校午餐收支账户要点就要点呀，哈，这个高雄市午餐工作手册哈。学生交加的午餐应专款专用，都没有专款专用。本租岂是学生用之先？有没有？没有，层层剥削。哦，应了啦，不应尽以他用，他们都尽以他用。等一下我会说出来。哦，没有保障学生的权益，下一下做甲无敢换了。我们看一下。哦，报告市长，这是103年，你掉两块了，为什么要掉？你拢讲物价波动啊，无够啊，食无好啊，所以调两块。今年8月调3元，所以国小收费可以到36.44，国中可以到39.47，高中可以到47.49。营养午餐的经费比例哦，这个是不是我规定的、啊？是教育局规定啊。教育局怎么规定？将来的营养午餐应该把这个餐位是75%，
他的75%菜金是主副食、副食、食用品各种，然后25%，看一下，就等于讲一个学生啊，一个家长摕100块要来办营养午餐，就遐未食到，就扣25%去啊，100块就剩75%啦。因为25块你做啥？来看一下，他们说人事费占15%。啊、哦，厨工、教育、劳保障、意外险，这个劳工准备金、权益基金、厨房年终奖金，这个是有讨论空间的。我马端唔知堆几个天才，教育局堆几个天才，这改编人事费编15%，这个很奇怪，因都住一中岛呢，这个跟他编15%，这个哈、哦，我你看看哈，会当减一半，7.5%，挪在食材会那边。再过来，厨房所使用的水电费、柴油、瓦斯等燃料，各位局长，好，所有的教室拢用公务预算去付水电的呢。独独厨房使用的水电费是你靠学生的营养午餐里面所得，足奇怪呢。安尼以后。校长、老师的不能吹冷气，要吹冷气要比照学生啊，还跟他扣钱，这像话吗？像这种厨房的使用的水电费，那整个学校的水电费都一体嘛？这个应该有公务预算，整个学校啊，不好啊，连刚要哪地生产器具，哪地要厨房哦，那拢属于学生的家长的哦，拢共掉。这个厨房的水电费去改编5%哦，这个很不，我那收就是不合理啦，很奇怪呢。啊，这不是剥削吗？25%内底哦，我哪讲算算的哦，会当拨一半过来食材费呢？来过来，清洁用品、设备保养、清洁哈、哦，这变2%哦。来，设备太旧更新准备1.5%。还有午餐交易，午餐交易还要编预算吗？啊，假崩，这教室就可以交了，为什么要特别交呢？嘿，那有什么奇怪？你看设备这条哦，是一般的学校的校长最喜欢用这一条了。为75%内底拢开启拢讲，我要更新设备，一直重复，加也要蹭。75%也别称，你敢知道？莫怪一间校哦，有300几万、200几万、100几万，拢几百间。啊，我哦，业务执行哦，教育局长在这个地方，教育局长，来讲，我无叫你打你，我拜托你注意听，敢好？好，这跟你切身有关嘛，好不好？你卖个你要滑手机啊啦，好吧？是不是？这是你的问题哦。我一直尊重你，好不好？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探讨这个问题啊，我希望你认真听，对你是有帮助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25%啦，对啊，报告市长，他可以挪将近一半，12.5%过来，咱的食材会75%，囡仔绝对觉得有感，这个地方哦，东扣西扣就给你扣25%。这个要检讨了。好，来，我们接下来，接下上学期学校营养结一款赏多，我不针对性。本来我今天叫他来，他们觉得怎么样？我说好，那你就在楼上听好了。我没有针对校长怎么样，也许简细点，就是这个左营国中凤甲，你看怎样？104年到105年的企业，存373万。4220块，凤甲355万，登华国小327万，起点国中将近300万。你呢？搁叫囡仔，搁给家长，搁给3块，干么意义？这个钱啊，都怎么来的？从食材费里面，还有那个25%设备费里面，阿你勤，有诶勤5单，有诶勤10单，阿你勤出来啦。这钱教共拢爱吐出来，
让孩子马上就吃到午餐了，没有。你刚才我教育执行跟教育局长执行以后一个月，来来看一下，看看一下，回来一个月了，我一个讲了一个月373万，剩多少？剩17万，355万，剩15万。哦，灯花国祥327万，剩90万。这299万，剩多少？剩301万，哇，剩3万，30万。一个月尔呢，规个钱唔知安怎开？我去校问这学生，讲恁最近敢有加菜？无呢？讲没有啊，无感啊。你让我今日买安尼讲做这种物件，弄啥？你看内容是学生加菜，有没有加菜？没有加菜，无感。无你嘛讲写学生加菜嘛，加食无能，加食加食啦，加食加退。好，你那个哇哇，我这个月干就有加点鸡腿，加点没有啊？都跟以前一样。那个钱跑那里去了？他说学生加餐，我去问了，没有。有奖问答要求贵，人要去有一囡仔家，伊办去给你办有奖问答去开。啊，学生用餐秩序比赛，用餐秩序比赛，嘛要摕营养午餐的钱去比赛，然后再发奖金。哦，这唔是真啊假啦？哦，这写是写的啦，其实也不尽然是真的。哦，班级配三车更新，锅炉淘汰，我就跟你讲，这位25%哪底的啊？1.5%的设备更新的准备金嘛，为什么又从这个75%里面又重复呢？这个锅炉汰换，这个在更新设备准备金已经变列 1.5% 啦，他还在骗我。好来，凤甲国中逐年应用午餐设备更新，有个设备你哪公用在食材我还勉强可以听过去，用在设备一直在重复，设备我已经讲了，一点五趴在等你啊，准备金在等你啊嘛，你说 你平常时不换，我说一个月而已，你换谁开的？谁开340几万？灯花国小设备汰换，有个设备，晚不汰换，早不汰换，就是我执行业务执行完，就全部把钱花光，花在什么地方去？我真的不知道。哦，来，青年国中更妙，只有一项设备维修。这个都在里面的嘛，啊，你若既然安尼，25%甲75%拢搞在一起啦，食材里面的钱一毛钱也不能少，多少啊？其实我不怪这四位校长，因为校长时常换，一年两年搁掉一堆，这种长期累积，我想这个存373万哦，上起码爱5年以上啊，以后我都倾这啦。那我都欠300万以上的哦，最起码换3、4个校长过啊，安尼衔接下来，所有真济学校的校长，真正教育局在学校校长没有任何的钱，大部分都从这里挪用，大部分都从这里挪用，挪用以后苦了孩子嘛，这个钱是一毛钱也不能动了。这是多珍贵的钱，囡仔借的钱，你得当挪用吗？不能挪用啊！我们再看，我10月11日教育部门执行时，依教育局提供本学期营养午餐接一款超过100万的有41所，这是保守了，可能更多了。12月8日，短短48天，接一款100万以上学校25所学校，更有8所。消化200以上的结义馆，刚才我就举4个给你看。啊，结义馆的用途，你刚才冲上用餐秩序评比奖金，厨房屋顶防漏工程，你用餐秩序评比奖，哎，那个钱是要吃的啦，怎么可以发奖金呢？
你没有问过全高雄市家长的意见？没有。这个一个你讲这啊，又是厨房设备，我没看。教育局10月21日提供本席110人的二节午餐餐会支出未达75%，有八几间，也是您教育局提出了哦。经比对结余款53间学校既有结余款，却未讲食材提高会到75%，有钱不改善。我跟你讲哦，75%，后70%，后69%，后68%，后50%，后40%。啊，你唔叫学生啊交钱去啊，食食一个啥物？食一尾蟹尾鱼啊？为什么要做大胆？他为什么这个食材会75%？迄个顶死的啊！可以有弹性哦。我们来再看，既有这一款未讲食材会提高75%哈，这13，这13个我是把这列出来比较严重的，同你其他细节看无，我们就不带过去。所以哦，刚才我讲学校的哈，那个25%是有讨论空间，不必那么多。75%，任何人哪去当？这应该要移送法办的哦。这个是学校，为25%、75%的食材费在那边花费，安尼蹭。来，这个最严重的这个，我今天为什么请那个合作骆经理呢？那一手主导啊，带20几年好感觉，大小的官拢，大小的厂商拢在拜码头。黑心剥削最严重的是员工消费者，这个宋医生比较没有关系，宋医生是荷兰，他也授权红衣去走，但是他是疏于管理，这点是他的缺失。为什么呢？因这个，因这个组织标准，你看，租些是长大呀。你看，那是经理、顾理，他们有一个社本部，是阿哥家。来，在座各位，南高雄区员工福利社谢立堆，张亚秋，在张亚秋，你是员工啊？员工福利社就跟你们有关啊。你们就是只要你加高雄区建委，有没有参加员工？有没有？没人知，有没有人知道？连我嘛唔知啦，上台员工福利社里底，唔是市政委一楼咧，在一楼咧，迄个剃头的咧，啊，底下一楼迄是咧护理咧，红山迄个四维路那个也是一样。真正的本局本部在什么地方？无人知啦，因为那员工3-4万的，真正去参加5,400个呢，谁来参加？爱交100块，剩股本。所以员工福利社的股本是五十四万而已，但是一做一年几十亿的呢，赚到病呢。所以你无参加福利社，你无交100块啊！啊，年终奖金哦，福利社会分100块的礼券给你哦。嘿，你敢知礼券迄钱弄得来？都营养午餐里面来的，代办营养午餐来的。来，这个就是我们员工福利社，大家看一下，有豪华无？啊，社员581个，哦，理事9个，干事3个，员工23个，高雄市前金区中华三路145号，这就是咱的高雄市员工消费合作社的本部。楼卡哦，卖一挂福利品，我去看，我去三界看无半个人客，因为人客有限，一定来爱咱员工的才可以，外人是不能买的啦。所以每天都没生意的啦。你要知道95年、哦、其实我们高雄市员工福利社是关4-5间起来都怎样，没人去买啊，里面的产品没有诱因啊。一楼来看一下，我现在要说员工消费者他不是八大弊端而已，我可以指出20项，因为时间没有，我都说这么久，来我稍微提一下就好。来看一下，
雇佣及员工消费者的成立的目的是提供优质、价格低廉的福利品啊，给我们的职工、员工啊，不是赚钱啊。结果伊拢赚钱啊，生意做偌大嘞，还佫不受监督呢。主席讲的啊，那很简单嘛。那交易局以后 就把它接来做嘛，本来你们要做的啊。你安才这些员工福利社是依据什么？依据高雄市教育局78年12月18日一个函而已，依据这个函啊，叫他们办代办营养午餐，88年9月这一个函，那两个函，因都坐拥千亿、百亿的食材采购权。我咧想袂讲，教育局这金鸡母，你看，卖给人代办啊，也不受监督啊，那我们自己做啊，把那个钱赚的钱啊，全部用在营养午餐上嘛，那不是皆大欢喜，家长都赶紧起鸡皮毛啊！你敢知伊偌挥霍？真正是我讲歹听的，合法的强盗，这是很不好听的、啊。他们的要旨是高雄市教育员工消费者社，简称本社，受托代办各级含高中、国中小学，佮幼点哦，食材供应统筹议价，公开招标，这种我跟你讲啦，这都是有问题的啦。直接进哦，当然那个一个月几亿个哦，有谈判空间啊，跟那个价格可以降得很小啊，减少中间剥削，下个周后天金价剥削就是。消费合作社最重最厉害，降低价格，伊安尼伊要剥税，伊要谈。我等下个还有更劲爆的，你是不要说提高改善学生的营养午餐卫生，他自己就赚几千万呢、啊？来，你看，每年经手营养午餐采购金额，每年哦，这是要算10亿，我写1亿尔，那是一个月1亿。应该高9000多万，扣掉产假、暑假的3个月没有做营养午餐，因为学校休息。安尼我看起来，平均高月光将近10亿。刚才主席讲了，却没有机关管了，谁管的？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啦，员工福利社大家都局长在这边，我问社会局，我问。人事处，我问秘书处，我问教育局，没人说这是上来那个人事主任、人事处长，员工福利社是上管的，哪一个是上级单位？你跟我讲，这真明确，不然我问不出来啊。来，处长请答复。好，那谢谢副议长，谢谢员工福利社上管的，他是依照合作社法成立的，那依规定应该是社会局在主管，他可以督导。社会局，我问他，他否认。来，社会局长。啊！即马佮开始佮杀啊！大家市场你看者，无人管的啊！社会局你讲，员工福利是谁管的？是不是你管的？社会局。社会局啊、哦。对。哦，你局长你讲话就要担当哦。我问恁的科长，问恁的承办的，问恁的能源，无人知讲唔是，搞我无关。会务是社会局管，但是如果是目的事业，就是相关的局处管。哦，你好，好，请坐。他的会务运作。这部分是我们这边在对啊，电力没人管啊，请坐。我这问局长拢滴个啊，一边拢问人啊。来，教育局，营养午餐是不是你管的？局长，请答复。作为这个营养午餐的，我不是问营养午餐，我问消费合作社，我们的那消费合作社不是我们管的。请坐。秘书处，你待一下。员工福利社谁管？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哦。就我们跟员工消费合作社的关系，实际上是甲乙方，因为他承租了我们的员工餐厅。我们跟合作社的关系是这样子的。请坐。谢。市长，你有听到啊？没人管。哦，这很明确的、啊。我好不容易问到四个市长在座都在，市长听到没人管啊？他不受我们监督啊。你敢知信号做了做偌济偌济事业？你敢知？你敢知？伊拢用利用合作社，合作社依合作社法第7条第1项规定，他们
免付营业税，免付所得税，我搞不好地价税也 不必付。你叫这小市民怎么会成武呢？他不是做这个而已哦，还有更厉害的，我再给你看。好，阿内恭喜我们的宋彦珍主席，你那个就是你最大，不受市政府监督，每个局长都否认。那好，我一定要叫剪掉去查的啦，干袂当安尼。好啊，三不管那些单位啊，这个议事厅都讲得很清楚了。社会警示说到联名团体法的用这种规范的，他不是那主使长官啊。那荧光福利社啊，什么合作社？合作社就不受监督吗？用利用合作法，你做要求过的代志吗？来，我们看。好了，安尼我确定没有人管。好，恭喜宋主席。公益厂商的资格，我这么讲，公益厂这嘛是几个食物链里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环。申请学校的营养午餐的厂商资格，要具备工厂登记证、营利事业登记证、厂商注册证、品质检验合格证。你看还多严，规定足严的。消费者是他是可以放水的，我来查。56间里面我相信有一半是没有办法拿出这个东西出来，他就是合格厂商啊。啊，不是啊，这有资料还没搞哦，还要派七个哦，检查员，啊，还去工厂上面检查，那七个哦，做终身的啦。下就会当派啊，啊，我若做合作社的主席经理，我就叫我搞会配合的就好啊。安怎检查你又检查不好了？你看，你讲蔬菜这物件上重要、上高生细菌的，就是肉品跟蛋类。所以我曾经在议事厅跟议长之争论，议长是要照顾在地农民、在地食材，所以他开放农业局只要认可许可，他就你刚才是安怎卵甲肉？因为卵甲肉是上高生细菌的啦。你看无啦，所以咱的中央政府已经规划，只要你若卖猪肉的，拢要予你用冷冻橱窗。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爱肉，一定爱放在冷冻橱窗，无你细菌繁生。哎，所以肉跟蛋，以前我很坚持蛋。你爱怎样？冷即马一个开放啊，我就是冷箱啊。我的朋友两箱几百的，现在我若取得学校的营养午餐的蛋商可以我进去。来，王先生、李先生，你准备200斤，你准备300斤，拿来我家合法，我来卖啊。卵您刚看有，卵有分 CSA 卵、一般蛋、喜蓝蛋、普通蛋，我若摕点卵，你看无啦？你知影卵名？你知影啥？里面是有玄机的啦。好。来，我们接下来，我发现公益厂商哦，这足奇怪，遐56间哦，就我讲这個，我离我上间的高雄市三民区这，益智慧有限公司，以及高雄，他的供应厂商啊，他的工厂是设在民宅，你看公司所在地也是在民宅，啊，这种这公卖店啊，这种骗的呀。刚才不是说那个一定要有工厂登记证吗？工厂吗？什么什么吗？来，你看那个民宅。啊、就这个啊，那人大的啊，哪有工厂？那是公司，就是这样啊，民宅啊，都在56后边，拢骗啊！消费者社啊，伊即卖上大，已经证明不受监督啊。你看厂商的评鉴，你也知影，要有遐资料了，爱去评鉴呢，合作社。派七人担任小组成员，请问小组成员多久改选一次？这种合作社会当派啊，偌大嘞？也能派啥？也能派家长只一个尔，这出钱的派一个，家长、校长一个，啊、哦？啊个啥？啊个卫生局一个，农业局一个，哇，卫生局一个，啊个这个，教育局一个，啊派三营养师。安尼合成一个评鉴小组，
啊，我讲歹听咧，啊，你这读到你想嘛知，这拢评鉴拢过啦，也有够过火啊。谁要上重要的熟悉食材供应的农业局没有代表啊？这个这讲歹听，嘿，农业局管的，农业局无派代表，无法度，这种合作社派，嘿，偌大嘞？来，我们看一下，第四，我时间剩13分钟，合作社收集食材会减为暴力，一百空四年。高雄市员工消费合作社结余180，员工有我了哦，员工福利社百分，我跟你很，我是查得很清，90%+啊，他们的经费，我员工福利是亏本的啦，都是从代办营养午餐的检验里面啊，千万把人家退回来打的啊，会当安尼吗？主要收入是代办本身营养午餐的食材采购，收集食材哦。的单向这个地方就1025万，来，你看他们那个那里面的设备，我看一下去，那比那菜市的设备较歹，讲人检验一件要收5000块，啊，因合作社只要受训2天哦，人家要规半年，靠我得到检验师呢，因为我都去受训2天，啊，就做检验师啊，好，可担任检验师啊，一人才。采购达10亿的午餐食材费，农业筛选由市民负责午餐的统领事情，大家谈啦，较实在啦。安尼一年将近1000万，你敢知？我讲我喜欢暴利。那个农业残留快速检验技术是为农委会试验所一个所长个李俊毅，以表示该技术可针对有机磷、氨酸钾。引言啊，两类神经毒性啊、哦、杀虫剂进行快筛把关，你还不知道因现在你检验这种的哦，生物化检验一件蔬果样品10分钟就好啊，你还不知道那个所长说1件8块，你还不知道人收多少，一件5000，招标规范厂商，因为规定哦，你要搞做生意，你规范厂规定厂商每周至少一次向机关检附农业产业验证明，但员工福利社一定要要求得标厂商应将食材全部送往合作社检验室检验，每样检验检测应向厂商收取费用5000块，迄偌不合理呢？人家8块的共收5000。啊！人一个菜商讲，我做3间豪，我卖高丽菜，我还送3粒货，3间豪，同样拢是同样的高丽菜，都验一件就知啊。伊唔是，你若送3间豪、3粒高丽菜，一件拢5000。我说暴利啊！这么严重的事情，没人20几年啊，因78年到即嘛，已经25年啊，也赚过本啊。看看也没出的啊，那间中华路那间厝是13呢，哇，本席派助理做员工效率测查网，10月15到12月1号、哦、半个月期间，该社厂商送检登记簿，仅2间厂商送检红山果菜及联德青蔬，送检4样蔬菜2样水果，54间的供应厂商，请问合作社平均一个月检验几次？一年检验几次？检验食材由厂商提供，有被检测不合格，当交5000块啊！为了要甲你好做营养午餐，做生意会当批我，搁开一百亿嘛？对，啊，你甲厂商提下这钱，厂商一定会为了你切，为了伊的菜啊，你做手脚嘛？那一定的啊！合作社巧立名目，先让供应商收取厂商手续费。哎，各位讲收手续费了啊？那个交易长，你看一下，100块12元，你该月印象学校午餐哦，一价别称哦，一汇款是9830万。合作社向供货厂商收取
1.5% 的手续费，230万，这嘛要收。赚几千万，这200-300万嘛要收。再看，再向学校，合作社再向学校收取代办学生交交营养午餐费的0.5%。100块钱的本市学校委托采购金额1,000,000，向学校收取代办服务费，安尼0.5%有400块嘛？哎，400块嘛，做奇怪，我要来提供你是安那，这坑一堆，无爱提资料我呢。啊，尾啊，教育局体检科去改新闻哦，卡提104的本市学校委托采购金额81亿哈，来看一下。你敢明偌偷者？一直接啊！代表有这样的稳赚不赔，而这些相关机会都来自代办获利。以104年为例，员工消费合作社向学校收取代办费405万。本期请助理向合作社肉经理请求104的代办费结算，但被拒绝。心里有鬼啊！105年有啊，啊，这不是我偷的哦，这教育局新闻合作社，伊甲提出105年10月前向学校收贷300万，即马存偌济？6万块，294万，开一堆唔知，拢摕去分起啦。偌偷者，好谈啊！办公室的营运机每月印刷费10万块，及维护费每月30,000元，你安怎？你看，你安怎试问市面厂商讲营运机甲维修费用，每一个月3,000块呢？因4万块呢？恁的维修机敢唔只贵？因一个月4万块，人个3,000块都会人，伊4万。我恁大家拢做局长，都有营运的经验嘛。哦，你看，黄茶油资啊，你去黄茶油局长，你的黄茶油资敢有14万呢？因办一个暑假办理协调会哦，开60万，唔知是加上你协调，我搞不清，一张。60万，哦，啊，还有差旅费，哦，那差旅费啊，141万，去板上板交友，哦，电脑问题这，因为也看不清楚，我才较清楚，你我都个别放大了，这极度浪费，废物。影音机3,000的，一变4万。办自强活动，办有奖问答，哦，啊，因的出勤费哦，因的出勤费，你看这较切记，哦，因的出勤费哦，出去拢10万。恁咱的公务员出去一个便当尔呢，因一个10万，都在预算结算里面。好，来我们看，消费合作社啊。你去看，我这个没有，哎，那个助理，那个消费和特色，你看，一楼门市上也去买黑啦，上也去买啊，无半个，我去三界看无半个啦，哦，那边办公要5个，里面就有2个，那个招标是啊，我工作白天黑的上面那才是，拢你要去成交。哦，这样，那才是。来，我们接下来报告市长，高雄区当时有开饭店啊，咱市政府开饭店啊，里面有房间12间。那你建管处公务局有没有去查有没有危险？你知道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你明刚才查到足厉害啊，给一个门无标准啊，都拢未过啊，你还开12间。公务局有没有去看呢？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开12间去出租，里面一个冷气分离器17万，冷气比总统套房还高级，员工福利社可以搞这个吗？可以搞饭店吗？搞旅社承租吗？目前是劳工局员工因共的，劳工局合作社员工各有1人租金哦，含水电一个月6000呢，
啊，那我来吹冷气，吹一个月就6000块啦，一个月6000。本席助理12月4号去现场了解空网使用情形，却被拒绝，就是是我有不可告人之事啊，不利的公开啊，啊？咱高雄市即马有一间哦，你让恁知员工啊，拢爱去大啊，一个月6000俩，哦，员工都有权利。还有更妙的，六楼啊，租不是租哦，六楼有海协两岸中小企业联合促进会使用，哎，这个单位是很敏感的一个单位啊，他在做什么啊？他把整个六楼啊，不是租哦。不是租金，他是一年用捐献的36万，平均一个月3万，去做啥？这个，哎，安尼这两个都一同弄一中啊，这个是个政治单位，福建省的哦。啊，你去做啥？啊，因的地址啊，因的地址拢搞咱的福建中华三路104啊，我拢赶快对外拢讲，咱迄栋拢伊的。啊！你做，你做啥？我看迄二十岁人演员哩紧哦，叫你做农业，互通农业。哎、欸，我最近奇怪讲，较会做者水果有中国货。农业局长，你要去查一下，搞不好这个单位专门哩来寻通外贵的，用合法的合法出售，你要去进口中国大陆的水果、蔬菜等等，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无一概。用捐献的36万，也没有租约，也没有什么，可以这样吗？来，大家看哈、哦，员工福利社的员工钱多休假多，薪资考核年终奖金每一个人15.5个月，嚯、哦，有够好的哈、哦。你啊，咱拢爱烤鸡甲等，卡个有1.5个月，他免领什么3个月。所以呢，年终奖金月薪15.5月，哦，学生午餐、巧收代办费、厂商供应商也要交手续费、检验私材报收手续费，难怪可以月领3.5奖金。啊，伊这领呢，你敢免上班上几工来看一下？我去看哈、哦，十一位上我查看，当日有5人，现场有2人在工作，就2位。他们105人，今年哦12月合作社员工。排班表怎么样？经理本个月工作上班9.5天，上加有一个7天，平均一个10天。厂商向本席投诉，或者说食材采购要求，人好是开一起的支票，和合作社呢？合作社提汇款给人哦，是人开3个月开半年呢，啊，从中赚取利息差价呢。来一下，哎，恭喜啦！那我参加员工福利社的股东交100块，您年终都会领100块啦，就这张，您拢恭喜啦！啊，那无参加无这张啦，要有参加才有100块。所以，高雄市企务员工消费者应解除办理学校营养的代办业务，回归消费者社服务业务，合作社代办营养午餐所得归交易局回归。市长简单回答。简单答复。好，谢谢副议长，谢谢林议员。有关你员工消费合作社，那中间林议员有提出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他未来他的主管机关。那我认为高雄市政府的立场非常清楚。那我们保护学生食品的安全，我们维护学生用餐的健康跟权益。啊，如果这个中间有任何弊端，我现在要求我们的政风处就介入这一本啊，政风处介入调查。那我觉得学校的营养午餐，我们的合作社，我们都是透明公开。
那我想如果这个中间相关的局处有关，我都认为应该让员工消费合作社他们善尽为员工服务扮演的角色哦，这个部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政风处介入调查，哦，完全调查，然后调查的报告，哦，给市长。另外一个部分啊，这个管理的部分，我会请我们的社会局、教育局、农业局未来怎么样子能够透明公开改善，那市政府我们内部我会一并来处理，谢谢。来，教育局长，简单答应。嗯，谢谢哦，那个议员，刚才依照市长的刚才的指示，我们大概有352个学校呢是有相关的午餐提供的，其中有138个学校委托，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个70%到80%之间的无营养午餐的费用，一定要用在食材回馈给午餐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做一次检讨，看要不要再提高哦。那有关合作社的种种的问题，那就照市长的指示，我们配合我们的政风，还有我们的社会局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好，执行完毕，休息10分钟。